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启动我们的爱车，特别是带有这个一键启动功能的车子，很多的新手朋友他是比较迷茫的。也就在前两天啊，有一位粉丝朋友他在后台私信问我说啊，他的爱车也是有这个一键启动功能的，他就问了啊，在启动的时候需不需要先通电来个自检，然后再来踩刹车才来个启动。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司机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甚至是容易做错的一个点。其实这也就是很多的车主朋友啊，把我们自己爱车的自检过程理解错了。好，我们现在反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好，大家看一下，这也是一台智能挡的车型，而且还是带有这个一键启动功能的。首先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很多的司机朋友把这个一键启动功能理解错误的一个点啊，也就是他们把这个一键启动啊分成了两键或者是三键来启动，他们的一个目的也就是啊先通电让